黑魔法是。手就藏在这些奥特曼里面，可是这些奥特曼看起来都像是真的呀。我记得那个坏人的队长就在这些奥特曼里面。豆豆，你有什么办法找到他吗？有，等他。他在哪儿啊？不知道呀。先找个怪兽，桑德里阿斯、哥德拉星人、库维拉、卡路米拉，就是你啦。迪迦，快消灭卡路米拉！啊，被消灭了！真正的奥特曼肯定能打败怪兽，但假的奥特曼就不一定了。爸爸好聪明啊！那我们赶紧找第二个，是赛罗。赛罗奥特曼颜值高，战力强，谁打败过他呀？我记得有个长得像妈妈的家伙打败过赛罗。那我去那找找。长得像斑马的凯鲁比姆、亡灵摩尔德、吉里巴尼斯、达达。哎，这个长得像斑马，试试这张。这个赛罗也是真的。迷你奥，